我的名字叫民国，我今年60岁。我之前的身体状况是在七年前我有中风，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个早上，因为走起路来有那个踢脚的问题，然后又有耳鸣，然后经常头痛。如果我当我在头痛的时候，我淋到雨哦，它会从。 从这个，因为我每次扁头痛是从这边痛到，然后它会延伸到眉毛到眼睛，然后就整个人很不舒服。尤其是如果我淋到雨的时候，这种就会马上头痛。那我在去年8月25号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滑倒，医生X-ray之后发觉到从这边骨裂，那他就说，你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才会复合。 那我就因为我的介绍人跟我说，他说有一个产品，他就介绍我，他提议说，你这个产品你要加量，就是你要吃到8粒。那6个星期之后，医生检查再吃的 X-ray， 他发觉说我的这个骨裂的地方，这个骨裂的地方就是有98千一盒，只是6个星期，比医生所预测的时间缩短了。 那我还有一个很最严重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这些年来，我在半夜，我经常会那种有很恐怖的那个叫就是这样啊这样，这种恐怖的叫声哦，影响到我2个女儿的睡眠的时间。这个情况一个月要发生，有时2次到3次。自从我吃了这个产品之后。 一个月只是1次，还有我那个中风的情况，踢脚的情况，我偶尔走路的时候哦，我的脚有点，我这个左脚还是有那种情况要踢脚的情况，但是这个产品帮到我，让我这个情况已经不再出现了。这个产品是 Purtier Placenta， 我既然我吃到这么好，我一定会把这个产品分享给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，让他也跟我一样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然后能够一起来经营这份事业。